迪，你在哪儿啊？怎么电话也一直不接？你没事吧？爸，可以。不去看心理医生吗？孩子，没事吧？没事儿，我回家等你啊，孩子。我叫杜一，我的父亲认为我有抑郁症。他是个好人，我只是不想看见那些人的眼神，就像看什么流浪猫流浪狗一样。我可不像那些猫，因为我有那该死的猫毛过敏。布鲁盖尔在《死亡的胜利》说道，一对恋人沉浸在转瞬即逝的恋情中，并未察觉到背后是死神正在演奏音乐，骑着苍白之马的骷髅身边有乌鸦相伴。对不起，我对不起。你没事吧？没。你有纸吗？我帮你擦擦。我是真的没事。厄运，他总是会找上我。
好像一条落水狗。24岁，还和父亲同居，靠卖画为生。这都不算什么正经工作，只有画画、音乐，还有小象。音乐，音乐，音乐。你是不是遇到什么烦心事了？你跟爸爸说，啊？音乐，总能抓住人心，为什么要有终结？留下遗憾。孩子，好的音乐之所以人们喜欢，是因为它和谐融洽，作者独特的韵律环环相扣，听起来像是有终点，却又不停地回荡在人的心里。你说这一定要有终结吗？我到底在干什么？你好，小象，抱歉之前没有回复你。如果你还在成都，有可能还想见我，我很想和你见面。
你最真诚，世界上最大的笨蛋。Hello， 小象，你好，终于真正见到你，真是太高兴，太好，终于真正见到你了。你好，太高兴见到你，这是给你的书，真是太高兴了。小象，这是第一次见面，第一次见面，我是不是有点奇怪？看起来奇怪吗？第一次见面，小象，我想给你买了这本书，或是一束花。我买了这，第一次见面，我之前想给你买束花，我是不是有点奇怪？太棒了，这是给你的书，看起来奇怪吗？六个月，我想给你一本，看起来很长，或是一束花。我想给你一本书，然后我意识到，我有点紧张。我很不好意思，我想给你一本书，我真的很对不起你。之前想给你买束花，我还以为你可能会不见我。我之前想给你买束花，我就在这儿等着。六个月，我本来想着，我真的很对不起你没回复我，我就去到处找你。我以为你可能会找到我，我真的还以为你哈哈，对不起，我知道这不现实。我知道这不现实，我又开始觉得可能会不见我。我本来想着你没回复我，真的，我真的很想你。